么过年应该是阖家团圆的欢乐时刻哦，但是在昨天竟然有一名越南籍男子因为口角争执当街殴打老婆，带你来看。路人见状赶紧用手机拍下，同时也赶快打电话帮忙报警。根据了解，这对越南籍夫妇就是在新北市新庄路口起的口角，男子一气之下也不管对方就是自己的太太，是大力拉住他的衣领，妻子根本无法反抗。警方表示后续也将会通知涉嫌违反涉违法的男子到通知到派出所来制作笔录。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